许先云你好，好久不见了。有的世界非常奇妙，你是非常勤劳的外景主持人，人前人后我都夸赞你。现在你还是这么卖力在跑外景，常常把美好的装潢啊，最适合的装潢介绍给大家。观众朋友们喜欢你，在网络上听说你要推出一个新的节目，我们也预祝您的节目的点击率呢节节高升，所以大家多多支持哟，许倩云，好久不见哦，恭喜。